来，所有酒来干杯，来，往这个，啊，这个好听，谢谢喵我送的大瓶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此结义金兰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你的老婆就是我的老婆，我的老婆还是我的老婆。 OK， 来开喝吧，在我后面喝，不要超过我啊，喝醉啊，喝醉，今天咱们兄弟们就干了这一杯，继续喝，继续喝，继续喝，喝醉啊，喝醉，全部喝醉啊，全部喝醉。哎，等我跟我出去丧尸出笼啊，谢谢山峰送的瓦林炮竹，谢谢我们的山峰。继续喝，继续喝，继续喝，一定要喝醉啊，一定要喝醉啊，不要靠近我，在我后面一点，跟我保持点距离，我是大哥，我要走前面。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继续喝，继续喝，我醉了，我醉了，不能走在我的前面，不能走在我的前面，不准走在我的前面，不准走在我，哎，我还没说走呢，我去啊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我你们干什么？听不听指挥了？啊，听不听了？啊，又失控了！哎，我一发现我你妈过节，哎，今天过年的不要闹好吗？过年的，哎呀，别挤我，在后面。好，所有基友拿出你们的，哎呀，啊，拿出你们的弹簧刀、大砍刀，准备，准备跟我丧尸出笼 ，OK， 三、二、一，啊，跟我走，哎呀，我去。有点走不动的感觉，慢慢往前走，不能超过我，不能跑，只能走。哎，我去，好晃，我去，好晃，好晃，都说了不能跑，只能走啊，怎么就听不懂啊？有些人，你嘛，出去之后啊，狂砍一条街啊，听到了没有？路人砍死，警察砍死，一个不留。兄弟们，准备上啊！哎呀我操，不是砍老子，哎呀尼玛，哦都没有血了，啊，吃零食，哎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慢一点，慢一点啊，慢一点，不要跑啊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记住，路人全部砍死，冲出去的一瞬间疯狂的砍，不要留情，不要留情。谢谢大叔送的炮竹，谢谢。好，别急啊，别急，嗯，OK， 准备翻墙，翻墙，翻墙 ，OK， 所有兄弟们准备，哎呀我操，用刀砍，不准用火针筒，不准用火针筒，用刀砍，听到了没有？清理路面，清理路面，快点，把什么警察全部砍死，我操，走不动了，我尼玛。走不动了，快点，不要冲那么快啊，不要冲那么快，给我点面子，在我后面，你们怎么去砍基友了呢？怎么自己打起来了？砍路人呢？砍路人，砍路人，我尼玛，你们是不知道是吧？啊啊，我操，让你们不要用枪，你们还要用枪，我去，你们在干嘛？我都不知道你们在干嘛，暴乱了，这要刚出来就暴乱了，啊！哎，没关系，你们是僵尸啊，死了之后会复活啊！哎，我真服了你们了，我勒个去 ！OK， 我们去学校吧，去学校搞学生妹，哈哈，谢谢我们的浮尘。